木通，啊，这个木通，啊，你看这木通，这个，对，这个像车轮一样，哈，车轮一样。这个木通呢，过去我们称为通草，好，它味道是辛苦性平，木通是导湿热，好利小便的药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治水肿的时候，我们会使用到木通，啊，木通，好，那好腹水干净化积水的时候，好常常会这个木通也会用到，哦，别入说专门是。这个治疗疲举、常欲眠、心烦睡，哈，那小便不利是最主要。真泉呢，你看水肿浮大，好，所以木通是利小便的，好利小便的药。那张仲景呢，也有使用到木通，好，这个，所以那个孟显呢，他说利诸经脉寒热不通的气，张仲景用在通脉当归四逆汤里面。当归四逆汤里面就是手脚冰冷，哦，加木通的意思就是让它气能够通到所有的经脉上去，哦，木通像车轮一样，哦，所以它能够通关活络，效果非常的好，哦，所以大明呢，他说安心除烦，止热止可退热，最后他写乳结有没有下乳，乳房呢奶水硬在那边堵在那边出不来，好，乳房有硬块，好出不来，我们可以木通来清它，好来清它。所以木通也是很好使用的一个药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这个木通值很轻，诸位看它值很轻的东西，一般两钱，两钱都很多了，一钱两钱就够了。好